Hello， 欢迎来到加点吉良棒的影视秀。每礼拜四的晚上呢，给各位跟电影相关的影视消息。那今天呢，也是算是跟电影有关啦。对，我们今天呢，就是拿到这一款蜘蛛人。蜘蛛人 PS4 最近非常火红，有人说是目前史上超级英雄最棒的电玩作品。嗯，不过这个真的是最近非常夯的游戏。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试玩这款游戏。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有请到这个蜘蛛人的爱好者豆苗先生。安安。哎，那你喜欢蜘蛛人多久了？要追溯的话，就是国小开始，起码有十年了。哦，十年的老司机吗？今天就是在玩这个蜘蛛人的同时，我们就也来聊一聊。我们同时也会在玩的过程聊一下。就是一些蜘蛛人电影相关的一些东西啦。好，那我们今天就一开始，我们就先请豆苗来开始这款游戏。那我们在过程之中呢，我们也来就是也会看那个故事的一些内容跟操作啦，让大家来看看这游戏到底好不好。好，你要选什么难度啊？友善，要直接友善，出色好不好？出色就好了，出色。前面这个应该是 Aunt May 嘛，对不对？跟 Uncle Ben 的照片啊，那个应该是 Mary， 那是 Mary Jane， Mary Jane 嘛，对不对？所以 Peter Parker 在设计他的这些 gadget， 蜘蛛丝的东西。哦，那应该是他的那个吧？对，就是 drone， 对，他的无人机。哦，还存钱啊，你看 Peter Parker 就是很穷，只要 Peter Parker 就是少数很穷的超人英雄，可是他的衣服又是这么的帅，这就是他那个电影、漫画还有电影里面的一个重点。嗯，就是他要取得生活跟超级英雄的平衡，这样。我觉得这战斧的科技感蛮接近新的蜘蛛人。嗯哼嗯哼，很多反派的，像是刚刚有秃鹰，然后 Wilson Fisk， 对。早上八点零五分。Fisk 大了。Fisk， 这个 Peter Parker 长得好路人啊，蛮老的，总感觉有点老啊。他真的长得好路人、啊。哇哦，他现在应该是已经在工作了吧？欸、这样其实还蛮像那个《回到未来》的那个 Marty 哦，就是这种感觉。哦，再戴上。哇，直接这样吃，而且他射出去的时候，整个把手就、哦、把手有震动，嗯，有点浪费。哦，着装完毕的蜘蛛人了。哦，你现在是要应该要准备要出去，对不对？哦，这是你的 HUD， 你的HUD，快付账单。啊不不。哦，我鸡皮疙瘩，我是鸡皮疙瘩。要当了。到底要开始哦！哎，其实他还是穿旧的耶，他没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哦。摆档，阿兔哪个？右边中指，对。哦，哎呦！OK， 继续来，我怎么知道？按着阿兔，为什么 ？R 兔是下面这个，阿兔是下面这个，对，下面 R 是兔是下面，他没有理我啊。你要瞄，是不是要瞄上面那个小圈圈？我抓一下哦，我是完全是白痴哎，天哪，阿兔。跳起来阿兔嘛，跳一下，跳那是阿兔，他这样阿兔吧，对，有，哦，有了，成功，哇，有，我一直在飞在边间墙壁，好烂哦，哎，我鸡皮疙瘩哎，就是他的，就是跟那时候蜘蛛，就是新版蜘蛛人出来一样，就是那种很，就是他第一次跳，很就是很年轻的音乐。哦，这个渡边有理耶，是亚洲人。其实他应该会跟你说那个 Fisk 大楼在哪，所以等下地图应该就会跳出来。哦，这流畅度。你刚是转了一圈，你可以在过程中按跳。哦，有看到我看到那个哦，有就在前面，目标就在前面，1870公尺。哦，哇，不用钱一样的蜘蛛丝，哇，哎、欸，这个当的不错，哇，你直接用，好，这是登高赛有没有？好，快到，剩下多远啊？感觉前面也有。哎，刚那个是 Marvel 公司吗？哎、欸，哪里？刚那个好像有看到一个。哦，来了，坏了，哇，这么多，哇，呼呼，手汗都快出来了。
好了，你第一个任务了。天哪，我就会马上被，我会不会马上被 shut down 啊？你会不会闪？直接闪？没有，我就会马上被 shut down。我觉得这很扯，竟然可以在大街上用步枪扫射。对啊，嚣张哎！哎，不见，直接被蜘蛛人干掉了。对，直接被干掉了吗？哇，你很厉害！哇哇哇哇哇哇！直接这样碾哦！碾爆！哎呀，这是有毒的东西，汽油。搞不好就流那个化学物质出来，然后就制造出来，然后那个夜魔侠就夜魔侠，对，还有忍者龟，那被打中了，被跳走了。哦、oh, ，开始换你了，我有枪了，我的，我的，用轻拳，轻按重击，哦，轻上人，哦，按框攻击，你的那个，是吧？哦，有感应，有没有？按，有感应，按圈，你的没有，你的头有感应，知道按圈，按圈就可以回避，对对对，只要你的头有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按圈去回避。就有点像那个蝙蝠侠阿卡汉系列。对对对，其实当时我看到预告的时候，就觉得他就跟阿卡汉系列的战斗系统。哦。对。哦，我就一直在闪，闪完以后按 R1 就可以对他们喷蜘蛛丝。还有两个，小心哦！哎，是，哎呀，被吓到了。我会不会马上被下档啊？我可以档直升机吗？好像可以吧。我不行。哦，他没有。哇 ，Fist 到 Fist 大楼，是一个川普大楼的概念。哎、欸，对哦，这游戏哦，这游戏应该不会有川普大楼。感觉放进去会有人看。哇。Get more backup。有理有理，他长得像渡边谦的，可是对啊，太像渡边，对啊，搞不好就是拿渡边谦去改。我觉得难得就是有开始有一些游戏公司会做亚洲人的模组，这样都射不到。哦，这是我在玩，这是我在玩，这张好强哦。哦，咻咻咻。所以现在是到底是现在是动画这样子，现在是 Face 被打还是他自己的人在打？好会闪哦！哎呀，好痛啊！好痛，好痛啊！我后面有人吗？有哎、欸！哦，这是我们的人哎、欸！哦，这是我们的人。欸、你会在踢自己的人？你搞不好可以荡过去。对啊，可以荡过去。我可以爬墙。我们结果是我们在逛街。继续逛。哦，攻击会累积专注值。哦，我专注值会慢慢累积起来的。Sorry to break it to you, but you do not got this, buddy.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He's gonna mess everything up. Thanks for the好暗的天哪！对啊，点看不到。他其实比想象中还来得更吃惊。他那个接技，我觉得对要变得真的有玩过阿卡汉就知道接技这点很重要。对，没错。自己刚好比较。哦，专注值全满，对嘞。好像会变打人变得更痛。哇！继续砸，继续砸。神没砸到。最后一个人解决。专注越高，治疗量越多。哦。我按下治疗。哦。我黑爆了。会。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会。你要去上面。对，我要去上面。就有了。哎、欸、呦、哦，有吗？还有人吗？没人了，没了。哎、欸，我不用补血，好，可以使出终结技，立即击倒一名敌人。所以，哦，终结技，嗯，哇，哦，好痛啊！拜托，嗯，用终结技，像这样子，哦，他都来不及玩。好，那我们来问问看，就是说你最喜欢的蜘蛛人的版本这么多，你最喜欢的是你比较偏好哪一个？就是最新版的汤姆·荷兰德。
汤姆·荷兰，对对对对。那原因跟其他的比较起来，你排名好了，你排个名，三，第一名是，第一名是汤姆·荷兰，对，然后第二名是那个逃避麦克的那一个，哦，然后 Andrew 的就第三名。因为我的理由其实不是，结果还是这样打，不是 Andrew 的表现不好，是因为他真的长得太帅了。然后就是在我们印象中，就应该要再更新了一点。然后他长得太帅，然后就有一种距离感。对，然后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蜘蛛人暮光之城，就是男女都长得太漂亮了，对，太完美，就太偶像剧了。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看着很赏心悦目。而且地方 T pose 呢？英雄内战里面的蜘蛛人的那个样子，其实跟 Andrew Garfield 是还蛮像。对，然后我觉得逃避麦奎尔是算是让大家奠定了一个荧幕的一个形象。对，然后当时，天哪！他这个死的姿势好丑，他为什么每次踢臭他好丑哦。Let's see just how good their security is.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蜘蛛人，我们看到的蜘蛛人目前好像跟封面的这个不太一样。暂时来看到，哦，这就是 Fisk， 这个在这个夜魔侠里面的第一季的主要的大人，也是XXY最喜欢的。But that's part of my charm, isn't it? 他很喜欢那个 Wilson Fisk， 他很喜欢看一幅画，就是全白的。对，他会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他在做蜘蛛人反派的时候就没这么有拉下深度角色的感觉。Look around you. 好，直接哦，哇，这是我们的人，警察吓死，没想到哇，敌人有这个东西。I guess bombs are part of Willie's getaway plan.女性，救女性。好，继续上去救人了。哪儿？是这个吗？不是，哦，是一堆，都是你的，一堆女性。天哪，这里到底关了怎样的人？关着很多女性。纺织工厂。哎，这可以把它，好，把这，哎，我好像。哇！哦 ，boy。干嘛？这你也咳嗽是不是？啊，这些烟也让你呛到了吗？要不这我玩这游戏很容易，就是深入其境。深入其就是我自己玩那个泰特有。会的，对，你是属于这种。这有点像那个反校式那个。对对对，拉拉，顶起来。看，哇！结果压更多。Come on, Peter. Let's go, Peter. Spider-Man. Go, go, go. 哇！不能逃！女性，谢谢。没名字，女性，她成功了，快走！哇哇哇！哇，马上就，赶快提安全啊！我已经哦，快冲过去！哦，注意注意，哇，不错不错。哇哇，哎，怎么瞬间变强？哦，太多了吧！哦，直接上去！哇，哎，豆苗变强哎，记得要闪，记得闪！哦哦哦！哦，跳到哪里？漂亮！直接跳下楼闪的。有，太美！哦，哎，里面已经有人，为什么他刚刚不来帮你？对啊。We were just about to call for backup. I think I'm it. Lead the way. 我会跟着你。哇！哦哟，是哟，哦，什么蜘蛛感应？哇，你按的，哇！哦，你要打警察了，哇！哇，天哪！所以你要对，你要绕他的后方，看他怎么绕，使出蛛网攻击。哦，可以，原来是这样。十三了，可是还没满。哎呦，快满，会哦，不错哎，还有吗？有抓到诀窍了吧？没有。间谍。Good news is they were Willie's last line of defense. 小威。I'm right outside his office. Take him down. 所以 Wilson Fisk， 他叫小威吗？所以你要打 Wilson Fisk 是对日本的这种文化的东西很有兴趣吗？
他很惬意的还在那边。对啊，外面这边打的一塌糊涂，然后还在那边在写回忆录吗？哇，他的身材好魁梧。哇、哦，你要跟他打了？对 ，Wilson Fisk 的武术是蛮强的。嗯。干、哦、这样，他唠狠话，然后觉得自己躲进电梯里头，就到此为止，超废，拜不，一个防弹玻璃之类的。哦 ，Oh my god， 完蛋了，我这头反应我超差的。哇！哒哒哒！我那时候一直在闪，超强的，太好了。哦，要把用R1把它缠住，对对对，一直R1。我缠好，可以可以，两颗啊！我没有会跟啊，我没有会跟啊，交给你。哦，可以。哇！再来一个。哔哔哔哔。嗯，好，他缠。嗯，哇，这太废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小威，哇！要跟他打吗？跟大老板开打。哎呦，气不过嘞！是把自己桌子敲烂。哎呦，丢回去啊！哦、像他丢东西。哎呦喂！哦，好痛啊！他头痛，头痛。哦呦喂！啊，好痛啊！哦呦喂！他真的很会，很懂打。缠他，打他。哦呦！哇！哇塞！他的一拳其实蛮快的。嗯。来旁边的东西砸。好。哦呦喂！哇！凶哎！好像 tank 哦。哦呦喂！水哦。嗯。哇！那。哎，想冲过来啊！哟，哇，这胖子好耐打！哇，剧情直接进剧情，整个一个不让你打！哇，这是浩克的状态，他到底有没有能？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人吗？还是只是个？我有点忘记了。很有力气的财阀，至少在影集里面是没有。但是他影集里面真的是很会打，而且打。哇，越来越多人。我先喷死你再说。哇喂！这什么？哇哟喂！凶哎，好凶哦！我看了个。哦。哇哟喂！又来一拳。这么耐打！我靠，这么坦克，这么会打啊！是不是？救命啊！继续冲哎！我就一直闪了。哇！哎，我被火烧死！我靠！我被火烧死！被火烧死！他没有血量，我在猜，我以为是要小怪打完他才会死。有可能。现在都没血。我来来来哦！哦，要蝙蝠侠哦！蝙蝠侠被废了，被打断。E， QTE。哦，你要把他那个，这样都不会死。哇哟呀，很爽哦！哎，又来 QTE， 哎呦，没按到，没按到。哇，这音乐真的好好好，蜘蛛人电影比较像电影，那个比较像第一版的电影。哦，我们现在听，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是在那个吧，讲他那是在性骚扰吧，这算职场性骚扰。好，就是就地伏法了。然后他马上又要回来了。因为他刚力气这么大，他挣脱不了一个手铐，可能是有海楼石的手铐。Finally off to Rikers, huh? You know, I think you've got more enemies in there than I do. If
you think this will be more than a minor inconvenience. Well, gotta go. Hey, good luck, Willy. I have a feeling you're gonna need it. Good luck, Willy. Idiot! I'm the one who kept order in this city. 1 month! In 1 month, you'll wish you had me back! 我觉得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对，是啦，对。好啦，我们就玩的差不多了。我们玩了那个 Wilson Fisk 的任务，跟我们也玩了一些自制游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解谜的一些小游戏啦。嗯、那你觉得这游戏怎么样？我觉得它自由度很高。嗯，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最棒的就是你终于能够体验到那个蜘蛛人穿梭在高楼大厦的感觉。嗯哼，因为目前为止是还不错，因为。我真的就很喜欢那个蝙蝠侠阿卡汉系列，嗯，然后这个的打击方式也很像，嗯哼，所以他至少他的战斗的模式，我是还蛮喜欢的。对啊，这一开这游戏基本上，最关键的就是要把他打架的部分打得漂亮，嗯，狂接，然后不会被打到，嗯，就是阿卡汉跟这个游戏都是重点就是在这个，那剩下就是要来体验这个故事，但是这故事是漫威蜘蛛人的故事，嗯、所以我想应该就跟蝙蝠侠一样，都是可以让。喜欢蜘蛛人啊的这种超级英雄跟相关的一些角色，就是会喜欢这个游戏啊。那加这个 Spider-Man 呢，已经上市了 ，PS4 独占游戏。所以你家如果有 PS4 或者是你真的很想玩的话呢，大家可以玩一下，这最近非常夯的游戏。好，那我们在上礼拜我们有这个50000机的这个纪念机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来公布得奖者是谁了。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影片，在节目的最后的尾巴会公布这个得奖者是谁哦。也谢谢就是来参加的这个各位的观众朋友啊，那会得到一台我们这个。一台 PS4 跟三款游戏，这是还蛮厉害的。那就是很恭喜那个等一下的得奖者。那很谢谢各位收看这次的节目了。那如果喜欢，记得要订阅加点平安棒的频道，然后在下方可以留下留言。你们有玩这个游戏吗？你们觉得游戏怎么样？大家可以留言哦。好，那我是部长，我是豆苗，我是超立方，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拜拜，拜拜。